党新竹县的竹北市长候选人郑朝芳，他在5号的晚间跑行程时，突然遭到一名妇人袭击受伤。当时妇人呢高喊口号向这个郑朝芳靠近，郑朝芳则是吓一大跳，用左手来防御，也因此呢被抓伤了。而他也在脸书上面报平安，希望自己呢是最后一个因为参与政治而遭到暴力对待的受害者。警方巡线找到攻击郑朝芳的妇人到案说明，不过他否认有攻击对方。